历史、文学、影视、体育、音乐、科技。音乐吧，音乐题啊。七十秒答对五题创过关。七十秒，预备，答题开始。男女对唱歌曲《我愿意陪你到海枯到石烂》，华语歌曲《我爱我家》片尾曲毛阿敏演唱。不会过。娃哈哈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下句歌词是花园里的花朵真显眼。儿童歌曲来源于波兰，刷牙子飞舞。流行歌曲乌兰托娅演唱套马的汉子，套马哥雄壮。爱你一万年，爱你一万年，下句歌词爱你经得起考验。恭喜，还有46秒时间。46秒，秋月，46秒，你根据自己刚刚玩游戏的经验来看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气球做爆？做爆是肯定的，现在我在想附加的产品会是什么，然后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想要什么。46秒，礼盒子就说预备。芝麻开门，准备好了，来，有力，秋月，使劲，很快了，很快，秋月，坐，秋月，使劲，再使劲，秋月，使劲，快了，快了，使劲，使劲，继续，继续，秋月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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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钥匙，来钥匙，开锁，开锁，出去，出去，开锁，把它推出去，秋月。去，加油加油，快快快，小人快快，我爱你，小人，我也爱你，你要少给我留一秒就废了。小人，你可以到舞台上来，来来来，给我歇会儿，来喘一喘，来来来。一个精疲力尽的胖子，来了，我要吐。建议啊，门口可不可以放一张床？因为他在答题的时候，我是有时间休息的。是啊，那要不要准备一个沙发，带台电视，然后准备一些饮料什么的？没有，然后再配合两个美女来按摩，可以啊。这样的话，他就会选择去打抢东西了。累累不累？累不累？我想死了。你们有一次能量互换的机会，现在换吗？而且你刚刚那个表现非常棒，所有人都说你们两个应该在一起，当一辈子兄弟。对，我就是为了我们装修我们的房子，我们才带来的。你放开我！没有没有。你想怎么说来着？你不买票想上车了，是这么说是吧？来，我要来宣布一下，两位在第三轮拿到的奖品是。厨房集成灶具，恭喜你！还有就是紧身运动服。哎，你补什么？咱俩谁能穿？我问你。我还可以，都可以挤进去啊。